阿高，我问你哦，你较喜爱装卡还是多吃？我唔知呢。你会当想看卖啊？多吃较老咧，装卡较清幽。多吃阁有真侪好耍的所在，装卡嘛有真侪真水的风景。多吃有真侪大楼，车嘛较侪，装卡有真侪树木、动物嘛袂少。多吃的交通较利便，装卡的空气较好。阁有，其实哦，装卡甲多吃拢袂歹。安尼，我要经多一个。甲囡仔讲故事，咱来听故事。阿霞，来了！哎呦，这是啥嘞？这是，这是阮家上好的五谷啦。这种的过程哦，就单纯的，健康阁好食。我昨昏特别为别个切生，讲来要好好甲你款待呢。来，袂歹，是讲阿香啊，你敢食过果子酒？还啥？你敢食过 cheese？你敢食过蛤蟆？蛤蟆？在想啊，我跟阿兄啊，是讲吼，为着感谢你的招待，我带你来城内，保证好耍，保证好食。好啊！我从来唔去过城内呢。我唔信啦，对我来。阿兄啊。这是果子酒，这是 cheese。每一项拢就好食款的呢，我唔知影要选倒一项啦。这是上赞的哈姆，哈姆，我尿气呀！有鱼的时间来呀！身躯顶动一下，稍等下，物件会愈好食哦。免惊，音乐。呼啦呼啦嘛耶，呼啦呼啦嘛耶。真正是世界好爽啊！要等来去啊！爷爸，爱困啊，虽然无肉啦，还无去。啊，不过会当伫遮安心啊，安心，食家己喜欢的物件，是你是上欢喜的啦。小妹，我知影，我较爱多吃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多吃有真多我爱食的物件，我逐天拢会当食无同款的哦。真卡嘛有真多好食的物件，而且阁是多吃食袂到的哦。你要安怎？每项我拢想要食呢。阿狗，你哪会达到？今仔会晓想着食的？娘，咱来去干妈店买烧烧啊！
有两条路，要行到一边咧，倒边分岔路我要行，这边都要到啊。爱行倒边这条才对啦。阿舅，我要买两支鸡鸭饼。的目睭，古锥的鼻，古锥的目眉，古锥的耳，古锥的嘴来吃滴滴，古锥的囡仔笑眯眯。三角形哦，对啊，迄三角形就是三角形内底有一个人，就是讲人会对迄路两过车赛车的人爱注意，只赛车伤凶，啊，惊路人就会去互弄到安尼。阿母，这个迄是啥物啊？迄就是讲哦，伊顶头写是人行道顶悬，吼，啊是要骑酷明车，就爱用牵呢。啊，因为这是迄人行道咧行，人咧行的所在，啊，孔明车也是伫遮，就会甲人相撞。所以遐牵咧遐。对，就用牵咧，就是迄个脚踏车袂使伫个遮用驶的。嗯，我的车一道，为什么你无想要停咧遐？哦，袂使停咧遮，我是停咧停车场，就是咱驶车也是要伫个遮停较久的，爱去停停车场。啊，遮拢是临时接送的，比如讲，高铁出来，还是火车头出来，要等。等朋友来接，还是等车的？阿母按这嘞，这一个，一个，这哦，这就是讲坐站长的车位，就是站长伊伫遮会当落车，就是予站长的车停的。阿母，那啥物啊？哦，嘿哦，嘿，就是因为伊惊人。人对遐驶过来要挖这边，所以这是袂使入来的，这是单行道，就是车对这袂使对这入来，爱挖对遐。你有看无？你看车，伊袂使对这，你若对这内底，就甲遐的车来就相碰啊。安尼知无？这也要位遐。对对对。你看这是啥物意思？你敢知？不知。就是讲，伫个这个附近，干来当驶三十，袂使驶伤紧。因为遮车遮侪，人遮侪，所以驶到遮就爱减速，啊，豆豆啊驶，驶三十就好，袂使驶伤紧安尼。啊，我那个饲啥物？这就是讲要过车路爱先饲一粒，安尼，因为遮车伤侪啊，车经过的速度甲车辆伤侪啊，啊，你要等爱等遮久的，所以爱先饲，伊才知影要紧互你过安尼。我饲好啊。所以过车路进前爱创啥？爱看啥物？红灯。啥物灯？红灯就袂当行。所以即摆迄是啥物色的？红色的。所以就暂时袂使行，对无？爱等只的车会使。对。嘿，等只的灯，嘿，会当去那边的车两停，然后阮这边的就过这样。嗯。
啊，你看这边车拢停落来，你有看现无？你有看现变灯啊无？青灯啊，所以就代表青灯的时阵人爱行的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你讲。斑马线。对哦，就是咱人咧行路的时阵爱行斑马线。单行道，单行道，找红灯，找红灯，斑马线，斑马线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有当时你看着别人的生活，你会感觉真新鲜。你有想过无？无的卡。别人嘛真欣羡你哦。嗯，有当时你就是较好的生活，嘛无一定会适合你哦。阿狗讲了真好哦，后一回爱继续收看咱呢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